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要你证明说哈，如果呢 n 是2的倍数，也就是说2是 n 的因数的话，那么呢 n 平方也是2的倍数了，也就是说2的话也是 n 平方的因数。好，这怎么证呢？就是说 n 如果是2的倍数的话，我就 n 可以把它写成 2k， 其中呢 k 是整数了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 n 平方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 2k 的平方了。那 2k 的平方呢，这可以写成2乘以多少？ 2k 平方。那 k 是整数啊，所以 k 平方整数，所以 2k 平方是整数。那一个整数的两倍就是偶数了，也就是说哈，2它也是 n 平方的因数，那这样就得证了。